秋天的巴黎，任何时候都像一幅大师的油画。这座世界艺术之都，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浓烈的艺术气息，足以让任何一个远道而来的艺术信徒心醉神迷，乐而忘归。然而，76年前，同样的秋天，同样在塞纳河边，一位中国青年画家却决定离开法国，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他就是常书鸿，当时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高材生，新古典主义大师劳朗斯的高徒。吸引他的是塞纳河边小书摊上的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本画册是法国探险家伯希和1907年从中国甘肃省敦煌县的莫高窟中拍摄来的，收录了敦煌石窟壁画和雕塑图片300多张。看到首次面世的敦煌石窟图片，这位远渡重洋来巴黎学习现代美术的中国青年震惊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大幅大幅的敦煌壁画，气势恢宏的构图，堪比拜占庭的基督教绘画，尤其是5世纪北魏早期的飞天，那遒劲有力的笔触，甚至比西方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犷。但这是1500年前中国画工的作品。只为塞纳河边的惊鸿一瞥，32岁的常书鸿放弃了巴黎的优越生活，毅然回国。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2012年5月，台湾舞蹈家盛琼华第5次来到敦煌，吸引他的同样是敦煌石窟里的飞天。尤其看到飞天，真的是惊为天人。飞天的悠悠自在太美妙了。我看到敦煌的舞蹈以后，壁画这些舞姿的妙曼，我觉得天人之舞是我毕生要研究的这个方向，也是我终身的执志。画已经是褪色的不行了。和盛琼华同时来到敦煌的还有另一位舞蹈家高金龙。对，是这边还有两个，是那边是这幅造型做得特别漂亮，特别美。它系的鼓，现在我们把它叫腰鼓啊，这和你现在身上做的很相像，是吧？它也像。高金龙第一次来到敦煌是1979年，引领他走进飞天艺术世界的就是常书鸿先生。常书鸿先生是那儿的所长，他告诉我他手里边有100多幅这个敦煌舞姿的那个舞啊。那么我当时是满我的所有的办公室的墙面全部贴的是这些白描图，都贴满了。我在里边是要分析它，要琢磨它，琢磨它的动力，就琢磨它怎，就是说当它火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吸
引常出红的是飞天霁月美丽动人的线条，令舞蹈家们着迷的却是线条背后连续不断的舞蹈动作。在无数商旅和僧人进出塔克拉玛干穿行丝绸之路的漫漫征途上，敦煌是他们心中的灯塔，莫高窟是他们精神的驿站。从公元四世纪的十六国后期开始，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直到十四世纪的元代，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莫高窟连续开凿造像不止，一代又一代敦煌画工把他们全部的信仰和创造都凿进了石窟，绘上了墙壁。研究者发现，一千多年的层层积累不仅让莫高窟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佛教艺术宝库，还出乎意料地给后人留下了世界上最长的古代音乐舞蹈画廊。有人做过专门统计，莫高窟壁画上共有飞天形象4500多身，舞蹈者和演奏者3400多身，乐队500个，各色乐器6000多件，这个数量可以组成世界上最大的歌舞剧团和交响乐团。虽然是佛国的祭乐，却手持人间的乐器，脚踏世俗的舞步，千姿百态的天人舞蹈中，可以找到千百年间中原和西域流行过的所有舞蹈样式。佛国里的轻歌曼舞，红尘中的袅袅梵音，让音乐舞蹈家们如获至宝。啊，太美了，怎么会这样啊？特别看到敦煌壁画以后，我想都会浮想联翩，都会有创作的欲望，都会有激动的心情。莫高窟是一场连续上演了1000多年至今都没有谢幕的歌舞盛宴，这场歌舞盛宴的主演就是霁月天。中国古代把歌舞百器中的一人统称为霁，唱歌的是歌伎，跳舞的是舞伎，奏乐的是乐伎。在佛国世界，飞天和其他从事音乐舞蹈表演的形象都称为霁月天。我们讲霁月天呢，它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天这个概念是佛教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阶层，比那个菩萨的这个地位要低一点。天，那佛教讲诸天，天人，那么这些天人呢，他是实际上是作为佛或者菩萨的侍从，他可以在天上自由的飞翔，来来回回的飞，所以霁月天呢是指佛教世界的这一类这个天人。仰望天空，众香国里最自由的天人就属飞天了。飞天也叫香音神，他们是佛国音乐舞蹈班子天龙八部里的一对夫妻，甘踏婆和几那罗的化身。他们的使命是散花施香，
吹拉弹唱，为庄严肃穆的佛国营造祥瑞欢乐的气氛。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敦煌壁画中间飞天的印象是第一位的，让我感觉到一种好像是一种梦想中间的梦幻世界那种东西。曾几何时，美丽的香音神飞出古印度，离开众香国，驾祥云游历大千世界，一路闻香散花飞到了敦煌，在大漠深处的石窟洞壁上翱翔千年，把最美的舞姿留在了中国。莫高窟的492个洞窟中有270个洞窟绘制了飞天，如果加上它周围的姊妹窟、榆林窟和东西千佛洞，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总数接近6000身，为世界飞天之最。飞天，敦煌石窟的灵魂，敦煌是飞天最后的归宿。在印度也看不见了，阿富汗也再看不见了，巴基斯坦也再没有了。现在中国这种飞天，它完全是按照中国人的社会风情，甚至人物的这种造型来设计的。敦煌飞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延续完整，姿态变化万千。每个时期的飞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外来的香音神变身中国式飞天的完整轨迹。中国的艺术家就把这个飞天塑造成中国式的一种神仙了。这一点呢，恰好我们在印度很少看到，印度的飞天都是画的这个身体很强壮的，好像是飞不起来会跌下来的那样一种感觉。初来乍到的飞天并不是婀娜多姿的女性，而是粗短结实略显笨重的男性。莫高窟早期北梁石窟中的飞天就是典型的男性形象，带有明显的印度和西域人物风格。西魏时期，莫高窟出现了一批新面孔，飞天的身姿也变得清瘦飘逸了。西魏285窟甚至出现了一对男女全裸飞天，可谓惊世骇俗。印度教当中，他就明确的对这个男根的崇拜，还有女婴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他这个民族的一些特点。那么他们就当然不避讳，就是男女在一起，甚至是做爱的场面，在很多雕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裸体的飞天，男的女的在一起的。莫高窟隋代洞窟一扫早期的冷峻凝重，飞天形象完全摆脱了西域风格的影响，而以中原女性形象取而代之。从隋代开始，飞天趋向于女性，而且越来越女性化，就表现了女性的曲线，都是在壁画里逐渐形成的，一直到唐代以后。到了大唐盛世，飞天由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人变身为楚楚动人的宫娥舞女，敦煌飞天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唐代敦煌飞天极具中国气派，姿态舒展，服饰华丽，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
天没有翅膀，却能自由飞翔。它用舒展飘逸的绸带颠覆了西方天使、东方羽人的传统形象。在欧洲的飞也有天使，但都是用那个用翅膀来表现，这个很太简陋了，翅膀太简易了。我们中国就我们的文化用飘带这么一飘，空间一用，这舞蹈舞姿这么一表现，太丰富了。看到敦煌壁画就被那个它的那个动感和飘感所感动，当时一个强烈的一个感觉，一个符号就是敦煌艺术是个飘带的艺术。如果它没有这些飘带，它就完全不是今天这种感觉了。第一个把飞天飘带艺术搬上舞台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他编创的古装戏《天女散花》参照敦煌飞天形象，去掉传统戏装的水袖，改为两条长长的绸带，成功塑造了御风而行的天女形象。无独有偶，舞蹈大师戴爱民也对敦煌飞天情有独钟。1954年，他借鉴双飞天艺术形象，编创了双人舞飞天，为中国民族舞蹈增添了一个经典造型。1978年，甘肃歌舞团筹备创作一台以敦煌飞天为题材的大型舞剧，他们首先找到的就是常书鸿先生。当时常先生就讲，他说这个你看西方的舞蹈跟东方舞蹈不一样，因为他是在法国留学的嘛，他看了很多芭蕾舞，他说芭蕾舞你看他都腿直直的，他腿啊他跳啊胳膊伸出去也直的，他你看我们东方人的舞蹈，印度的舞蹈就代表东方人，就跟东方人有些共性的，他就手势特别丰富啊，这个手吧，这个手从这边提过来，提腕摊掌。这是高金荣教授根据飞天霁月变化多端的手势创编出的一套敦煌手姿。注意双手的一个手向上。高金荣也是最早将敦煌舞搬上讲台的人，30年前他在担任兰州艺术学校校长时就着手整理提炼敦煌壁画中的各种舞姿，他首创了敦煌舞教程，为中国古典舞敦煌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季羡林先生给这本教程的题词也很耐人寻味，舞从敦煌来。为了寻找心灵之舞，盛琼华一次次来到敦煌。这位从小学习芭蕾舞，后来研习过世界各国舞蹈的舞蹈家发现，敦煌舞的肢体动作中含有一种神奇的能量，能引导人进入安详宁静的心灵世界，有益于现代都市人化解忧虑，愉悦身心。2001年。但三组它是每一个舞姿是由多个 S 型这个形成，现在很多人跳敦煌舞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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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行，必须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就像那个面条一样，哈，我们兰州的拉条这样拉过来拧过去，要有这种你才能出来敦煌舞蹈的魅力。30多年后，敦煌舞专家许琦仍在寻找飞天舞蹈的新语汇，他从千变万化的敦煌舞姿里提炼出一组舞蹈造型，赋予敦煌舞更强的力道。啊、一定是旋拧旋拧啊，然后往下做啊，预备。
2012年底，这台名为《敦煌天女》的舞蹈终于搬上了舞台。在这群稚气未脱的女孩子身上，古老而年轻的敦煌舞获得了新的生机。千年前的飞天并未远去，他们已从莫高窟里破壁而出，翱翔在当代舞蹈创作的天空，延续着他的艺术生命。一个惊世骇俗的绝技，一个匪夷所思的造型，敦煌反弹琵琶舞究竟是凭空想象还是源于生活？为什么中外舞蹈史料中都找不到依据？今天的舞蹈家能不能让反弹琵琶舞复活呢？敬请收看《敦煌霁月天》第二集《反弹琵琶》。